他们跟 EDG 的比赛，我发现他们是一支5个选手实力都很好，而且找机会能力也很强的队伍。在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下路可能做的事情要比正常做的多，比如做视野、抠、打野什么的，然后对线上的细节要注意好。上次输他们比较可惜，这次我觉得我们有70%把握去拿下他们吧。只要我们5个人都保持好状态，然后相信队友，京东的下路等着吧，等着被二阵 AD 跟无证辅助清算吧。啊，我觉得 BOG 下路组现在实力的话是比较好的，然后状态也非常火热，各方面都做的比较顶尖吧。然后，但是无所谓，我的 AD 是入了。其实走到决赛还是也比较艰难吧。然后想对队友们说，就是特别感谢我队友，然后想跟他们说，就是辛苦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再努努力，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去完成这次决赛。鳄鱼还是杰斯？理论上杰斯打格温更好打，嗯，但杰斯太怕被开了这一把。而且这个阵容选杰斯的话，没什么人管继续回桑继续回桑迪，今天也是玩一主打一手手感。现在369感觉团战的定位就是坦克，但奎打格温一般都是先出奎后出比格较温，被 counter 对，的，比较被 counter。今天可能手感比较热。没有视野看到的应该是，主要中下都有线，这一波中路的线还是挺明显的。是的，中路线权太关键了呀！卡拉比进来反你野，你没什么办法的。一墙之隔已经把 F 六打掉了。卡拉维玩的有点聪明啊，这波等于是让熏吃了个闷亏，而且还要再去嘛。我感觉再去的话，这个位置泰坦会先过来啊。还有惩戒的，还要试一下。抢到了大的，熏这边打也打不太过，但是这边奥能支援过来，卡拉维这个位置可能要交自己的闪线了。怎么说，卡拉维在等直接的分身，还有10秒啊，这肯定等不起了。这边没什么蓝量了，中路继续给 Nash 压力，一个冰爪 ，Q 闪断冰爪，漂亮，熏。其实今天熏还是挺照顾中路的 Nash 的，包括上一把的先决也是硬杀。先等你放冰爪清，然后 Q 闪断，非常漂亮的一波配合。先吃个镀层下路，中路过来找牙膏，牙膏这个位置有六，直接把大招先按出来，防这个位置入了稍微卡一下，现在卖，我昂已经反应过来了，反应的有点慢了，被减速到了，勾断了一下冰女的冰爪，但这边还是有闪现有 R 的 ，W 能不能顶到？没顶到，哎，或者是闪现加进化躲掉了这波的 gank。都在玩心理 ，Night 是知道你有进化，所以先闪现 W 下，等你闪完进化再给大招。然后昂也帮忙出了一勾，让 Night 第一时间不太好进。是的，这波 BLG 的下路配合没问题。哎，反手大昂，预判的一个闪现的位置，但是伤害已经硬吃了。哇，这波这个血量的奎桑提出塔还是不是那么好击杀的？而且这个位置有可能位要被打回塔里。对，39W 留个 W 的话，有操作空间的。看到了 ，Q 闪直接贴 R， 但是伤害不太够，第一时间有机会杀掉，已经速射了。我 Q 闪，但这一波要动塔姆了，只能杀塔姆，直接锁塔姆，锁完之后塔姆一块表结束，清辉也凝活了时间，塔姆被吃了个倒钩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这块表直接帮助他，不敢打到底了，闪现一勾又勾到塔姆，塔姆交闪现交治疗，猴在旁边能不能掩护一下，清到了。再给一个永双，不过不太敢上了。奈特跟卡纳维是支援过来，雅各还有是最后一段大招，那算了，双方拉开了。主要这个位置双方都没有信心，先手秒一个。奈特现在是有大的，过来冰爪落地 W， 想 B Elk 技能 ，Elk 这边直接混反身对 A， 把奈特 A 残。Elk 看你不交大，我也不交技能，我觉得让格温早点来打团吧。对，就下场小龙肯定要来了，锁塔姆，塔姆这边没技能的，后面有绕后踢。在留技能断深渊前行，深渊前行被断掉了，回身大招还留给了入乐，入乐这边是有双招的，被 Q 起来，入乐先开一个疾跑往后拉扯，这边熏稍微有点急，入乐一个 R 闪直接定住了熏，但是 Q 被熏闪现拉开了，阿米你这宿舍也没捡到厄斐琉斯，无力一闪，牙膏站出来了，卡纳维的猴子被秒掉，而且顺势可以推到了中塔，倒车跟远程兵的缝里把那个爱心塞过去了，牙膏没闪没大招的，直接给大招，永双感觉跑不掉。有一个金身躲掉了第一波的大，但是又被带过来，冰爪过墙，牙膏没大招没闪现跑不掉了，最后被369拿到这个人头，这波
哎，这边中野也想动一下，但是满状态的三六九啊，没那么好击杀吧，直接给永双要打到底。三六第一时间没有开自己的技能，疾跑，控制抵消，大哥控制抵消，但是牙膏锥还是能杀掉啊，三六一丝血了。Q 三还在拉扯，有疾跑，但疾跑效果消失了，队友都来包了。三六九这个位置怎么都走不掉了吧？还在往对面野区跑，他拖了好久啊。W 又好了，三六九这个位置想去送塔，来看一看能不能送成功。最后一下又夺掉了 Q， 但是霞拿到了。不过正面开的是阿斌啊，挺勉强的。开一个团流直接拉到后面，给一个大招，大的是后面的奥菲留斯，双方再次拉开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有事没事找过三。六九什么意思？又是老位置啊！这一幕我看过，三六九帮打的还没有好，又被清到了。永双在接到，被给大招，这个队友黑切打得太快了，上路还有一个奈德过来，兵法过墙被清到，猴子还能知道吗？奈德已经被打到一个残血，还有闪现，小闪现拉开，永双定一下，但是感觉还是这样子，大招给自己，但是兵哥这边还有清的战力，奈德感觉要死掉了，整个位置轻身要等死，兵法招不出来，牙膏在男人头，大龙已经刷新了，两个可以动这个大龙。继续往后拖，格温的装备指挥越来越肥，啊，但兵哥还没包了，这个位置有机会包阿斌。阿斌先开一个大招，减速一下，但是队友这个位置跟不上，感觉保不太住。交闪现，深渊显号能够顶起来，阿斌这个位置是死掉了。还有二十多秒，阿斌才复活，而且复活是没踢的。这个位置魅惑，魅惑到了一个假猴，那魅惑效果可以开龙了。先把龙往自己的方向拉，两边隔着河道观望。哎，坐门过来跟大部队汇合。高德哥打得很聪明，高德直接阿斌魅惑到天空，但是自己被奎纳蒂炸走了。狐狸死掉了，新婚夜宁逼出了侠的大，寻打果子下去。奎纳蒂有一个疾跑还在续，但是这边这个龙怎么办？奈德一丝血，但是龙应该是有了 JDG。血也不太好抢，龙挺牌了 JDG， 这波主要没办法，高子哥也知道不能硬拖，想找机会，但冰女还有大招啊。下路能拿一个坦的那个安慰奖，但是坐门过来，有机会继续留。Missing 是没有双招的，感觉 Missing 应该被卖了，这波再不能救了。勋拿到暴走 ，BLG 还能推下路的二塔。并且中路线也是标记先推啊，京东不太好在边路抓人，但看到了 Missing 在附近，魅惑到了，接钩勾到了，自己要小心，反正大牙膏，反正大奈特，奈特只能大自己，还有魅惑吗？魅惑没转好，最后一个魅惑被冰爪躲掉了，赶紧一个。但是打的过程当中 ，JDG 会过来，龙打的速度还可以，刚刚的蓝色视频已经照到了，狐狸在蹲到了，打了一套把奈特打残，但是奈特这边反手也 EW 定住了狐狸，狐狸这边进化交出来，刚刚这边两大大招、三大大招全部要消掉了，龙要有了，龙怎么说？塔纳会被奥米留住了，奥这边卖自己 ，JDG 还想开到底吗？还能再追吗？我这波 BLG 要走了，奥米死掉了，那你们看疾跑继续追牙膏，牙膏没事的了，没有。闪现没有大招了，牙膏也被留了，直接打三六九卡在前面，奥这边坐门过来给一个视野，三六九上去直接单防奥了，但是三六九没有大招的，狐狸踢的是下路兵线，这边可能要拼惩戒了，来看看牙膏这边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魅惑到人，直接牙膏被开了，龙是被熏拿到了，直接选择了打团，而正面奈特进去直接选择大自己把他的大招给逼了出来。朱伦的位置还可以，朱伦这边机会也差一点，朱伦向前闪现狂风，这个位置被塔姆吃进去，但是 LK 也被保住了，朱伦还能打伤害，朱伦这边马上有机会眼睛等得到吗？挡不住了，挡不到了，这波话卡拉被进场想换一个换掉了，但是自己也要死 ，BLG 这个团战打赢了，到了经典老番 JDG 急了，想一波吗？好像有机会啊，六九还在跟奥玩，从团战开始前打到团战结束后。三六九，最后的希望限顶住，三六九上去再狂顶，挡不住，塔姆出来给一个盾，阿斌拿到了这个头，徐这边正好塔倒了，徐没有死 ，BLG ace 的对手，格温拿到一个双杀。奈特这边复活有机会守住，永双还有大招的李藏佐，所有技能全空了，哇，守住了自己的基地啊！但是那这一波打完，感觉 BLG 整个阵容的优势体现出来了，现在四个 C 位。下路水晶复活，对于 JDG 来讲，这个水晶放了，对面就要一波了。
看看怎么说。三六九这边跟勋和牙膏牛大在一起，这边交换技能，猴子直接闪现开，开的开技了出来。艾克这边大招加闪现全交了，但是继续粘他，从这边打伤害，但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摸的。哇，这个伤害太高了，哥们太能捡了，配合侠一人拿了两个人头。哇，一个二加三给要结束比赛了，被打了个零换五 ，BLG 先追回一分，把比分放到了1-2，比赛还在继续。